犯罪，妨碍自由，洗钱方式法，诈欺毒品等案，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经本分局调查，陈显等人在脸书、社群广告以简讯方式发送征财以借贷的广告，吸引有工作需求或资金缺口的民众上门。当被害人面试交出存折及证件的时候，就立即被没收遭囚禁，再利用被害人的网络银行账户从事诈骗及洗钱的不法行为警方救出的被害人初步检视未遭受殴打及凌虐，身体也没有明显的外伤。这边的话是有什么污秽到的地方吗？还是说有什么不太清楚的地方？你可以先跟我讲，没有关系。嘿，我派出所，请问一下你，你还要再跟我讲什么东西？请问一下你的体验编号？我是57088啦，我是你爸爸啦，怎么了？你老啦？我被骗了。对，你被骗多少？有吧？这边的话是有什么误会到的地方吗？还是说有什么不太清楚的地方？你可以先跟我讲，没有关系。嘿，我派出所，请问一下你，你还要再跟我讲什么东西？请问一下你的体验编号。那请问一下你的客服编号。你可以记一下13752。我是57088啦，我是你爸爸啦，怎么了？你老啦？那我被骗了。对，你被骗多少？18000啊？18000，18000是不是？对，我被抢走。你是买点数还是汇款？我汇款。